怎样？我刚刚我举的指甲都划了。阿毛哥哥，你真大方。先生，你一共消费520元。男的贵。要不没？月薪3000，请相亲对象吃饭。来来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公司低就算了，还请我吃这个。先生，门口的冰淇淋是你的吗？等等，麻烦帮我一下。啥叫位置吗，哥哥？没哥哥，这批货太好了，真的，太好太好了。我家带货口碑你们都看好啊！哇塞，太香了！来，所有咱直播间。哇，好香啊！我脸烫了。特别有嚼劲，看完满口肉，嗯，哎呀，哇塞，啊，哇，哇，这里面还有点小墨汁，太鲜太鲜了，太香了，嗯。这是它的软骨，不吃啊，其他都能吃。里面有一个骨头，软骨，软骨出的时候给它听出来。姐妹全给你们送了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绝了，香，真的是，都戳一会儿，嘴都烫破了。哎呀，嗯，太香了。口水啊，那是汤汁，汤汁，看没？看，嗯，哇，嗯，太香了，哇塞，啊。靠，你看，肉粒全部是库坦紧实啊，大肉粒，蘸点小汤汁，库坦饱满，紧紧实实，满满的鱿鱼的那种香味，哇，一口下去哈，满足，啊，有点烫。嗯，哇，我做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你看全部是胶状物质，哇，刚吃了点萝卜干，哇塞，看这小鱿鱼的，嗯，太香了，嗯，随便炒一炒，宝贝儿，蘸点汤汁啊，滋啦香，看。
别脆口啊 ，QQ 弹弹的，紧实，肉力饱满，来 ，OK 了吧？结束结束。嗯。哇，太香了，不行了。太赞。嗯，还是那句话，兄弟们，想吃新鲜龙虾，在我们家搂一点，不会让您失望的，因为我们找的都最好的货。哎呀，太固执了。嗯，你看肉直接这样一拽哈，都能拽出来。吃虾尾最重要就是吃它的这个。哎呀，小小酱。嗯。爆汁，哇，这个筋又嚼的，嗯，太棒了，外焦里嫩，爆汁，看到没？外焦里嫩，爆汁啊！哎呀，太幸福了，来，营养价值贼高，嗯。再来一个，你看，哎呀，幸福感爆棚。瞅瞅，瞅瞅，瞅瞅！啊！哎呀，太过瘾了！太鲜了哈！咬一口下去，满满虾肉，你看。